实习员工比赛发表呢？老师说我的企划案修改版被车雨欣副社长看到了。怎么会被看到？洗完澡回来发现他正在看。您都看完了吗？因为实在太好奇了，让你不高兴，我很抱歉。青芝，车雨欣副社长绝不会就这么算，一定要有所防备。现在没吃这种药，还是睡不着吗？马心之肚明啊，那个人，你还不跟我闭嘴？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全台首播。